俺们家小明一见老四就投降啊。四哥呀，小迷糊又投降了。小迷糊呀，俺那小迷糊一见老四就投降啊。小迷糊今天怎么老舔老四呢？那还不是为了啊讨好他爹啊？你以为小迷糊傻吗？小迷糊那不就是为了讨好他爹吗？小迷糊、啊，四哥泪痕红呢。四哥，你过来了，四哥来，过上来这儿来，我看哪红。我看四哥哪红了，四哥，四哥呀，你是哪红啊，四哥？眼睛红啊，屁股红啊，啊？四哥，你是哪红？老爷瞅瞅。哎呀，我的妈呀！我和四哥这鼻头红了，四哥呀，啊！四哥，你坐下坐下，让老爷好好看看来，让老爷好好端详端详，四哥，让老爷好好端详端详我四哥。我的妈呀，四哥这鼻头也红啊啊！四哥媳妇儿啥时候来？四哥媳妇儿啊，兄弟们，大家再等一等吧，老铁们。啊，大伙儿再等一等吧，啊，四哥的媳妇儿，兄弟们，很快就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兄弟们啊，很快就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现在正在，兄弟们啊，正在找，啊，目前为止，四哥的媳妇儿，兄弟们已经敲定了，啊，四哥的媳妇儿，啊。3个月的拉布拉多，兄弟们啊，是一只3个月的拉布拉多，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兄弟们啊，很快是多快，兄弟们，我3个月的拉布拉多大概也就是3、4、5、6、7、8、9天吧，兄弟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概就在3、4、5、6、7、8、9天这个范围之内，兄弟们，四哥没毛病吧，老四啊，老四没毛病吧？哦，四哥，你想不想找对象？四哥，想不想找对象？老四，有需不需要对象？我的妈呀，老四，你需要对象啊？四哥，你高兴吗？老四，你坐好了，老四来，老四，你坐这儿，四哥来，你坐这儿。四哥，你高了，你高不高兴？四哥，你高不高兴？老四啊。四哥，你高不高兴？老四，你告老爷一声啊！老四要黑的呀，老四要不是黑的，兄弟们，不是黑的啊！给老四找了一只跟老四一个颜色的，兄弟们，跟我四哥一个色儿的。四哥，没毛毛，老四啊，啊，没毛毛，老四，没，啊，没毛病啊！四哥想要对象啊，四哥啊，好，四哥啊，石亮，石头退伍了，兄弟们。啊，俺家小石头绝育了，然后他跟老四吧，小石头跟老四他们俩之间关系已经说明了，兄弟们，他俩已经说明情况了啊，他们俩已经领完那个离婚证了，兄弟们啊，大家伙啊，兄弟们，咱们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呢啊，大家伙以后就不要再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了，好吗，兄弟们啊，不要再把老四和小石头之间的关系挂在嘴边了，好吗啊，对老四。对老四的新媳妇也好，也对咱小石头也好啊，包括咱小迷糊，兄弟们啊，对咱小牛也好啊，老四啊，以后的狗剩道路啊得自己走了，老四啊，以后啊你就是一家之主了，四哥啊，四哥，老爷说没毛病，老四啊，啊，四哥，老爷说有毛病，老四，四哥离婚了。多可怜的四哥呀，兄弟们啊，四哥虽然离婚了，但是面临我四哥的兄弟们是二婚，兄弟们啊，虽然说四哥已经离婚了，兄弟们啊，但是接下来我四哥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兄弟们，他即将要面对的是二婚，兄弟们啊，我的妈呀，我四哥都二婚了，我他妈都没二婚，我四哥都二婚了，兄弟们，老四啊，你二婚了，我的妈呀，我四哥呀，啊，早就应该离婚了，和四哥似的真不般配。
四哥虽然离婚了，还得照顾童养媳妇儿，老爷原配的好啊，兄弟们，原配的已经，他原配的跟他有点不太合适，兄弟们啊，老四啊，哎呦我的妈呀，兄弟们，你说老铁们，你们就说说吧，谁家狗有我家狗有我家老四幸福，兄弟们，你们就用兄弟们，你们就用手指头扒拉扒拉，兄弟们来。你们手指扒拉扒拉，有谁家狗比俺家老四还幸福？兄弟们，你们扒拉扒拉啊！那谁家狗能整二婚呢？兄弟们啊！我真的，我兄弟们，我都赶不上我四哥呀，老铁们，我都赶不上我四哥呀！我四哥还整了个二婚，四哥，老四啊，老四啊！四哥未来的老婆是不是霸道小七家的女儿啊？不是，啊，不是，以前定来着，以前定来着，但是人家看不上咱们兄弟们啊，以前的确是定过啊，但是人家看不上咱家老四兄弟们啊，就拉倒了，就不欢而散了兄弟们啊，四哥呀，没毛病啊，四哥啊，兄弟们，你说我四哥多幸福啊？你说四哥多幸福，四哥有妈妈有媳妇有儿子有姐姐陪伴左右幸福，还有你看老四身边有谁呢兄弟们啊，我给你们算一下兄弟们啊，俺家老四身边有谁呢啊，老四身边有妈妈啊，有姐姐啊，有儿子啊，有媳妇啊，兄弟们啊，还有二房二姨太大姨太二姨太，兄弟们，老四即将兄弟们啊，我们家老四三岁了，兄弟们三岁了，到现在为止兄弟们已经是啊生了两胎了，知道吗兄弟们，已经生了两胎了啊，然后呢我给他又娶了个媳妇儿，兄弟们，我们家老四即将兄弟们啊即将响应那个三胎啊那个政策呀，兄弟们，我家四哥呀，兄弟们啊，我四哥非常靠谱，兄弟们啊，四哥是赶在了时代的潮流，就老四是走向了时代的脚步，四哥，老四你坐好了，四哥来，四哥你坐下，四哥你坐好了，四哥你坐好了，四哥老四没毛病，老四啊，我的妈，兄弟们，四哥没毛病啊！老铁们，你说我四哥是不是行啊？有谁比我家四哥厉害啊？江湖人啊，江湖人送四迷糊。哎呦我的妈，狗生完美了，四哥已经走向狗生巅峰了啊！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兄弟们啊，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每月好朋友们，大家伙点点亮啊，老铁们点亮啊，有需要咱们家木耳的兄弟们啊，有需要咱们家木耳的大家伙可以去买那咱家的木耳啊，咱们家的木耳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19.9元180克，兄弟们啊，啊，话不多说兄弟们啊，老四在哪淘的李太太呀，手术做了没有？我小明来，兄弟们，小明身上已经没有包了，小明身上已经没有包了。小明过来，小明来，让大家伙看看。小明来，迷糊啊，你过来，迷糊坐好了，迷糊来，兄弟们，你们瞅瞅小迷糊啊，老铁们，啊，迷糊坐好了，迷糊啊，老铁们，你们瞅见没有？你们瞅见没有？老铁们，你们看小明身上包了吗？啊？今天是不是看不见了兄弟们啊，你们能看见吗？我估计明天就没了兄弟们这个包啊，老爷今天替老四高兴多喝了几杯，兄弟们你看了吗，这啥呀，没有了，小没有了包，兄弟们啊，微创了，没做微创，兄弟们没做微创，不知道小明身上咋整的，兄弟们啊，我不知道身上咋整的啊，那天带他去看了，人家说是脂肪瘤，然后呢，周一的话是昨天让大夫摸了一摸，大夫说不像是脂肪瘤，说再观察观察吧，结果今天兄弟们到今天为止没了啊，但这还有个小包兄弟们啊，肋巴塞这块兄弟们还有个小包啊，不是磕的兄弟，不可能是磕的，
怎么能是怎么能怎么长的呢？这个地方，小迷花，你高兴吗？小迷花啊，是不是看不见了，兄弟们？是不是看不见了？我都摸不着了，我现在隐约能摸着一丁点儿、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的啊。小明会变魔术啊！迷得好，迷得好啊！迷糊啊，你干啥呢？迷糊啊！啊，瞅瞅迷糊，迷糊，迷糊，你躺着迷糊。哎呀，迷糊，你在听啥呢？迷糊，你在听啥呢？迷糊啊！啊，听有没有地震呢？迷糊啊！啊，迷糊，你要听一听啊！啊，迷糊，你躺，你躺着吧，躺着。迷糊，躺着听一听吧，迷糊来，你听听吧。啊，迷糊啊，迷糊想立功，兄弟们啊，我们家迷糊立功心切呀，兄弟们啊，迷糊想在家里头有一定的地位，兄弟们啊，迷糊想立功心切呀，想有一定的地位，他想听一听有没有地震，兄弟们，小迷糊啊。啊，迷糊啊，迷糊是替他爸高兴啊，迷糊啊，好告诉我一声，有的话好告诉我一声。Seven， 看 Seven， 看人家 Seven 啊，头上有月牙，明天拍个16跟 Seven 的段子，婆媳关系结束了，哎，没毛病啊，兄弟们啊，明天咱们就拍一个Seven 和小石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兄弟们啊，婆媳关系，兄弟们到此结束啊、哦！老四和小迷糊之间成功领那个离婚证，兄弟们啊，哎，兄弟们，我明天给老四和小石榴他们两个发一个离婚证，行不行？兄弟们，咱们作为咱们老四和小迷糊他们和小石榴他们俩啊，兄弟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兄弟们，啊，作为小迷糊啊，作为小迷糊的幸福的开始吧，兄弟们，幸福的见证，兄弟们啊，也算是，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兄弟们，啊，举办一个离婚，啊，为什么离婚？哎呀，我问问我采访一下老四吧，行不行，兄弟们？哎，我问问 Seven 老铁们，我问问 Seven 同不同意他离婚吧。老铁们行不行？你们想不想看，兄弟们？看我们家Seven什么态度？石榴确实有点配不上老四，配不配上的话，兄弟们，大家伙说都不算，我四哥说了算，知道不，兄弟们啊？我癞蛤蟆瞅绿豆，兄弟们那就容易斗对，那就癞蛤蟆瞅绿豆，人就对眼了，怎么的吧？啊？孩子归谁呀、啊？孩子指定是归老四啊，兄弟们，石榴没有那抚养能力啊，石榴抚养不了啊，兄弟们，老石榴抚养不了他啊，那你说小迷糊咬他呀，兄弟们，小迷糊怕爸爸不怕妈妈，兄弟们，你们说吧，兄弟们，你们说，如果要是正常离婚的话，小迷糊应该归谁？老铁们，你们说吧，啊，小迷糊如果归石榴的话，兄弟们，石榴整不了他。小迷糊咬石榴，归老四的话，兄弟们啊，老四指定以后，兄弟们能好好教育这个孩子。你们说归谁，兄弟们啊？欢迎小温柔啊，欢迎咱们家小温柔，兄弟们。我问问这个事儿吧，兄弟们，这是一件，哎呀，我的妈呀，兄弟们，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事儿啊。比小迷糊送孤儿院吗？小明，我的妈呀，兄弟们你们可真能整啊，老铁们啊，你们可真能整啊，小明啊，老爷把你送孤儿院了，我的妈，哎呀我天哪，行，兄弟们，这个段子我要记录下来，兄弟们啊，这个段子我要记录下来啊，老铁们，这个段子我要记录下来，送小牛去孤儿院啊，老铁们啊，我记录下来啊，兄弟们，我明天好拍一个啊，兄弟们，我明天好拍一个
在明天送小牛去孤儿院，离婚，迷糊抚养权归石榴，石榴不能要，兄弟们，我估计，啊，我写个孤儿院吧，兄弟，我好留着这个段子，啊。好，好了，兄弟们，昨天生了六个，什么生了六个？什么生了六个，兄弟们啊！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老铁们啊！只能送孤儿院了，来，三要进了，进去，好，老四出来，石榴出来啊！好，兄弟们啊，我问问小迷糊他们，我问小石榴和小迷糊他们几个啊，老铁们啊，问问小迷糊到底归谁？好吧，兄弟们，问小迷糊到底归谁？啊，来，老四坐，老四哥坐。石榴你也坐，石榴啊，哎，你也坐这啊。我明天应该带老四和小迷糊他们俩上民政局走一圈，兄弟们，我感觉。你们说对不对，兄弟们啊？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必要啊，老铁们啊！明天带小石榴和小迷糊他们，小石榴和老四他们两个上孤儿院走一圈，我觉着啊，上那个民政局走一圈，借个景呗，兄弟们，是不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借这个景啊啊！很对。哎呀，可爱的一家子又来了。你得问问四哥同不同意离婚呢，兄弟们，离不离婚的话不是我四哥定的，知道吗，兄弟们啊，不是我四哥能左右的，兄弟们知道吗啊。我先拿个道具，兄弟们啊，小明坐这儿，老四啊，老要问你一下子啊，四哥啊，等会儿兄弟们啊，问一下四哥啊，往镜头转过来吧，兄弟们，往镜头转过来啊，不得劲儿，怎么走？对，别离婚了，石榴可怜。哎呦我的妈呀，兄弟们，来，小明坐哪儿？小明来，老四啊，你们三个，老四，你们一家三口啊，也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记号了，老四，啊，老四啊，老要问你啊，如果有一天呢，老四啊，你跟石榴你俩离婚了，你说小明归谁？老四，归谁？他娘的，你给我！你咋想的，老四啊？你再来，石榴，老四来，小明来。老四啊，老问问你，我说。有一天你跟石榴你俩离婚了，小迷糊归谁？他归谁？老四，老四归谁？那你不要啊啊？那我也不要啊，那我也不要啊，我也不要怎么办？归石榴啊啊？把谁给石榴啊？把谁给石榴啊？给谁？给谁？你要给谁啊？啊，给谁啊？给我。你是甩的干净，老四啊，你是真不糊涂啊啊！我的妈呀，兄弟们，这个老四是真不糊涂啊啊！
你甩的可跟你甩锅的呀你啊老四啊啊，一点不负责任。哎呀兄弟们，这老四一点不负责任呢。老婆孩子都归他姥爷养。你那老四怎么能这样式人呢兄弟，老四啊，老四你咋想，你怎么能这样式人呢啊。我再问你一遍啊，我再问问他兄弟来。我再问问他，老四是不是，老四是不是故意的呀兄弟们啊。小明过来。老四啊，媳妇喊你选一个，你想要哪个？老四你选一个，要谁？要媳妇儿啊？小明给谁啊？啊，小明归谁？啊，老师，小明归谁？老师，那你要他，小明怎么办呢？老师，来问你，小明怎么办？老师，小明归谁？四哥，小明给谁？啊，给他。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小明花？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他？啊？你比划啥呢老子，你在比划怎么看不明白呢，你在比划啥呢？不，你俩都不要小迷糊呀。问小石榴来，问小石榴。哎呀，问小石榴啊。小石榴坐起来，小石榴。小迷糊坐好了。小迷糊啊，来问问你。你想跟谁他俩？小迷糊你要跟谁？我的妈呀。小明啊，小明啊，你爸你妈他俩离婚了，你跟谁啊？你现在有可选择性，他俩说啥都不好使。小明啊，小明你想跟谁呀？ 啊， 啊我的妈呀小明呀， 啊， 啊那走吧小明啊，那走吧，老爷说你去孤儿院行吗？谁都不想要你，你也谁也不想跟啊，那你不就得去那个孤儿院吗小明啊。你走吧明儿，走吧去孤儿院，走上孤儿院了啊明儿啊，明儿去吧，去去孤儿院啊，这只有孤儿的孤儿的院啊，好啊兄弟们啊，哎呀明儿上孤儿院了啊，这忙活大半辈子啊，我的妈呀，完了啊兄弟们，你们想不想去孤儿院看看小迷糊啊？啊不想听你胡咧咧，兄弟们你们想不想去孤儿院看看小迷糊呀？想不想去啊？想去的话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去啊，待会儿我估计好多朋友会想小迷糊，你们想去啊兄弟们啊。哎呀迷糊啊，老爷来看你来了，迷糊，迷糊，我看看迷糊。哎呀，迷糊啊，老爷永远是老爷啊，迷糊。我的妈呀，小迷糊去孤儿院了，兄弟们，啊，我们三个不要好吃的，抢不过他。老爷是个编辑。啊迷糊在孤儿院呢啊，这么的兄弟们，我问俺家赛文喜不喜欢小迷糊吧，好不好啊，爸爸妈妈虽然都不要他了，爸爸妈妈都不要他了兄弟们，你看躲他离他远远的兄弟们，但是呢兄弟们啊，姥姥啊，咱问问姥姥要不要，咱问问奶奶要不要行不行兄弟们，奶奶不要的话啊，咱问问姑姑要不要行不行，那姑姑如果都不要的话兄弟们，咱可再给他送孤儿院去行不行兄弟们，好吧小迷糊啊，老爷问问奶奶啊，问问奶奶要不要，小迷糊不高兴了兄弟，你瞅见没，小迷糊不高兴了，迷糊啊，迷糊不想在孤儿院呐啊，迷糊孤儿院不得劲儿啊，迷糊我的妈呀迷糊你咋混的呀迷糊啊，你混大半辈子进孤儿院了，我的妈呀，我怎么感觉这么好笑呢兄弟们啊。好了，我问问三问，先问问三问啊，迷糊啊，我问问奶奶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姥爷啊，奶奶如果喜欢你的话，
你就上奶奶家，好不好？啊、哦，以后你爸妈他俩一块自己过啊，以后你跟奶奶过啊，好吗？快问问 Simon 兄弟，我问 Simon 啊，好吧？老四啊，啥也不是，你瞅你们俩啊，如果不能养的话就别生啊，小石榴。你俩如果养不了他的就别生他，一点不负责任啊。老四到底归谁？老四到底归谁？老四，我的妈呀，老四给我进去，滚去去，啥也不是。石榴进去，三出来吧，石榴进，石榴。我问问兄弟们啊，问问那个小迷糊啊，三位喜不喜欢小迷糊？小迷糊出来吧，小迷糊，迷糊出来吧，迷糊。好了啊，兄弟们，我问一下我们家 Seven 啊，问一下我们家 Seven 喜不喜欢迷糊，兄弟们啊，喜不喜欢迷糊，好不好？来，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伙有需要木耳的，咱家一号链接，咱们家东北黑木耳，兄弟们啊。东北黑木耳19.9元180克，47.9元一斤。47.9元一斤，小明坐，小明来。坐，小明坐上了啊，明了啊。三万你坐着，三万来你坐着来。你坐。啊。你起来，三万你坐好了。啊。三万呢啊，木耳纯东北黑木耳，兄弟们啊！啊，三万，三万你坐好了，三万你坐好了，三万你坐好了，坐，小明你坐好了啊！三万，你想不想要迷糊？要不要的？三，你要不要小迷糊？啊，要不要？你要不要的？要不要？你要不要的？你摸摸的，要不要？要不要的？三，你坐好了，三，你坐好了，坐好，退。三，你要不要小迷糊？三，你这么的，爸问问你啊，小迷糊，兄弟们，哎，三问呢，你要不要他啊？哎，你三，你别这样的，三吧，小迷糊现在已经成，你别动，他已经先成锅，你要不要他？你要不要他？三吧，三要不要迷糊？要不要他？你别叫唤三万，问你要不要他？你看你要他就完了呗。三万，你收留小迷糊吧。三万，你收留他吧，行吗？三万，你收留他吧，行吗？啊？你能不能收留他？能不能？三万不要吗？三万是说不要吗？你起来，你起来，我问你要不要他？啊，迷糊啊，迷糊啊，男的也不想要啊，要不要三万？你往后退，三爸问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三要不要？要不要？三，迷糊啊，奶奶也不想要，咱问问姑姑吧，好吗？啊。打迷糊代表不要，迷糊不服咱都管教啊。迷糊，我的妈呀，迷糊你现在是孤儿了，问问姑姑吧，不行去姑姑家吧，好吗？迷糊，咱上姑姑家吧，啊，妈妈不想要，起来，三，你起来，妈妈不想要，奶奶不想要，爸爸不想要。迷糊，也只有问问姑姑你能不能要你了，好吗？迷糊不得劲了，不得劲了，迷糊，好了，迷糊啊，好宝啊，实在没人要你，姥爷要你，好不好？迷糊，行不行？迷糊，姥爷要你，好不好？哎呦我的妈，这小迷糊真可怜，你起来，三，你起来，你要不要他？你要不要他？哎呀。你起来，问你要不要他？要不要？啊？
你看你真我是真服了。好了，迷糊好了，不生气迷糊啊，咱不生气啊，不行真问问姑姑吧。三，你别叫唤行不行啊你啊。三文，你能不能养？你能不能留着？你能不能收养他？能不能收养他？啊，三文，三爸能问你能不能收养他？来，小明坐好了。三文，坐，小明坐起来，小明坐起来，小明小坐来来。行，三文你过来来。三文啊，三文呢？兄弟们，看咱三文到底心不心疼小迷糊吧？行不行，兄弟们？看三文心不心疼小迷糊吧？好吗？啊，我估计兄弟们啊，俺家三万还是比较能，还是比较心疼俺家小迷糊的兄弟们啊。三万呢，小迷糊现在是一个孤儿，小迷糊啊，三万，你能不能把火腿肠给小迷糊吃啊？啊，你坐好了，三万来，你坐好了，你坐好了，三万，三万呢，小迷糊现在是一个孤儿，你能把火腿肠给小迷糊吃吗？三万，啊，给他吃啊，你好了，三万你往后退，往后退啊，三万。你把火腿肠给小迷糊吃啊，给小迷糊吃吧，啊，不带抢回来的，三万，你都给他吃了，快给他吃吧，给小迷糊吃，好，三万，算好了吧，啊，哎，你干啥呢，三万，你都给出去的，不能往回拿了啊，三万，你说火腿肠给谁吃？三万，小迷糊，给小迷糊吃不？你往后退，三万，三万呢？小迷糊现在已经是一个孤儿了，咱能不能把火腿肠让给小迷糊吃啊？啊，三万听话，给小迷糊吃吧。好宝，好三，给小迷糊吃。宝宝，给宝宝吃啊，他多可怜呢。三万，你给他吃吧。四，你都给他了，就不能。三万，你给小迷糊的东西就不能拿回来了，知道吗？三万，吐了。迷糊给你吃了，奶奶给的啊。好了，奶奶给的啊，好。啊，迷糊啊，迷糊有好吃的了，迷糊，快吃吧，快去吧，快去吧，吃吧，迷糊。哎呀，兄弟们，你说迷糊多可怜啊！啊哈啊啊啊！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想起来这个音乐，兄弟们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兄弟们啊，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兄弟们啊，我小的时候也像小迷糊一样啊，小的时候条件不好的时候，兄弟们也像小迷糊一样啊，兄弟们啊，小迷糊啊，让老爷想起了老爷小的时候，小迷糊，能把火腿肠给老爷分一半吗？老爷小时候也没有火腿肠吃，小迷糊行不行啊？老爷小时候也没有火腿肠吃，迷糊行不行？迷糊，老爷求求你了，行不行？迷糊，快点！迷糊，你怎么整的呀？迷糊啊！迷糊，你能不能同情同情你老爷？小迷糊。管的，你能不能同情同情你姥爷呀？怪不得你是那个孤儿的小迷糊啊！怪不得你是那个孤儿的迷糊啊！谁能稀罕你啊？啊！我的妈呀，迷糊啊，真行！姥爷真的迷糊啊！啊！老爷白对你这么好了，迷糊啊，白对你这么好了，兄弟们，你兄弟们，你们现在知道了吧？知道为什么小迷糊能成孤儿了吧？啊，老铁们，你们知道小迷糊为什么能成孤儿了吧？谁喜欢他呀？拉倒吧，拉倒吧，兄弟们，谁也别看他了，谁也别看他了，白疼他了。还是俺家三文听话啊，还是俺家三文听话，兄弟们。哎，问老大呀啊，欢迎老四，三会给吃吗？
如果把那个，你们说换成老四啊，兄弟们，啊，我感觉换成小石头才能给吃啊。行了，别吃了。剩长皮了，小牛剩长皮不能。米又是那个长皮的，不能吃了啊！你们疯了吧你啊！哎呀，我的妈呀！米又剩那个长，管不了，不管了，不管了。米或剩的皮儿不能吃了啊！小明啊，剩长皮拉不出来啊，拉粑粑拉屁股啊，明花，明花，你把长皮给姥爷呗，行不行？给姥爷来一口，行不行？你真不像话，你真不像话呀，你小明，你真不像话呀。真不像话呀，真的，我让放他爹出来，问他爹。嗯，老四上来，老四来，老四过来，老四来，老四过来，老四来，老四过来，老四你上来，老四，四上上四上。老四啊，儿子不听话，谁也不想要啊。别战争了，可别放在一起了。迷糊啊，不能吃了啊，皮儿啊。等我问问姑姑兄弟们，问问老大，问问老大兄弟们，你们等会儿啊。老大，老大，老爷问爸爸问问你，老爷问问你，老大，你想不想要小迷糊？小迷糊以后能不能跟着你啊？啊，老大，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啊。问老大兄弟们啊，问老大看小牛要不要跟着老大，好吧？老四进，老四进，老四进，小石头进，小石头进，小牛坐着，小牛来，小牛坐着，小牛，小牛来，坐着来，坐好了，小牛坐这儿，啊，啊，老大呀，老大。你愿不愿意像小迷糊啊？啊，你跟老大真是，我真服了，小迷糊啊！什么？操！行了，不能叫了，小明啊！不，你说疯了你啊？我现在只有你大姑能要你，谁还能要你？小明啊，你告诉老爷啊？那是不是现在只有姑姑要你啊？啊？完了，那就姑姑能要你，还能谁要你啊？白眼狼一个，啥也不是，白眼狼一个。老大，你要不要他？老大，啊？哎，还得老四出马呀，不遭人稀罕，不遭人稀罕。小迷糊啊，你说你还能干啥？小迷糊啊，老爷啥也不说了，小迷糊啊，
老爷啥也不说你了，你真的，你太让老爷失望了，小迷糊。哦，谁也不要他了，咱谁也不要，谁也不搭理他了啊，谁也不搭理他了。啊，拉倒吧。这感觉老大吓坏了，老大呀，给老大吓坏了啊！这大姑，这当姑姑的，给老大吓坏了。啊，好了啊，好老大啊，好老大，乖乖的了啊，好了。把老四放出来吧，他还是个孩子。进去，小明进笼，快进笼，小明来进笼去吧。啊，好了，从今天为止，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兄弟们，小明正式进入孤儿院。啊，这么晚了还不让他睡觉，一会儿就睡觉，兄弟们啊，一会儿就睡觉啊，啥玩意儿还是孩子。哎呀，就让他成为一辈子的孩子吧，兄弟们，让小明成为一辈子的孩子吧，啊，不要总拿孩子当借口，兄弟们啊，小明虽然小，但是兄弟们啊，他已经长大了，兄弟们，大伙想买木耳的兄弟们，咱家木耳19.9一包，老铁们啊，19.9一包，这一大包呢，兄弟们是正正好好180克，老铁们啊，咱们东北黑木耳。啊，180克一包。然后呢，大家伙如果想买一斤的话，咱那木耳一斤47.9一斤，老铁们啊，咱家木耳47.9一斤。有想买一斤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去买个一斤的啊，好不好，兄弟们啊？咱家木耳泡完了之后呢，兄弟们啊，这一斤木耳，兄弟们啊，咱自己吃的话，能吃个大半年，兄弟们啊。小这小袋的话能炒个10多个菜，兄弟们，咱自己炒菜拌凉菜呀、啊，兄弟们能吃个10多次吧，兄弟们啊。然后呢，兄弟们，咱家这个木耳泡完之后就这样式的，老铁们看到吗？咱们家这个木耳啊，泡完了之后就这样式的了，老铁们看到吗？啊，木耳，兄弟们回家之后一定要泡2个小时以上，兄弟们啊，一定要泡2个小时以上。木耳基本上都给大家伙发货了，兄弟们。啊，快递太慢了，兄弟们，咱这两天刚发走，待会儿先别着急啊。木耳回家，兄弟们啊，咱回家泡的话，一定要泡够2个小时，老铁们啊，看不着？咱家木耳特别黑，兄弟们啊，而且特别厚，看着兄弟们，而且特别厚，你们看看，老铁们啊啊，特别厚啊。有想买木耳的兄弟们啊，你们可以去拍的啊，木耳特别好，兄弟们。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想拍木耳收到了挺好的品质，谢谢大家伙啊，谢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吃坏了。小迷糊咬人了吗？小迷糊没咬人，兄弟们，我的木耳也是下午收到了，很好，感谢多芬啊，木耳收到了挺好的，半个月了还没收到，内蒙古发货，兄弟们啊，大家伙是不是都收到木耳了，兄弟们啊？你们顶多，兄弟们啊，就是大家伙就是6月5号那天拍木耳，哎，不是6月5号，兄弟们，6月13号拍木耳的啊，再等个1天到2天，肯定都到了，兄弟们啊，我发完货的话，再等2天，基本上都到了，兄弟们，河北发货，兄弟们，河北也发货啊。没收到呢，大家伙再等一等，兄弟们，再等一等，大家伙先别着急，好不好？啊，肯定都能收到货，兄弟们啊，你们查一下，你们按你我你我我给你们发货了，上面都是有快递单号的，兄弟们，你们按单号的话，你们查一查快递，啊，自己查一查快递，都能收到货啊。上星期买了一斤发货了，兄弟们啊，上个星期买的现在都已经发货了啊，我一般凉水或者温水泡，多泡一会儿。兄弟们，正常木耳的话，老铁们用凉水泡的话，怎么也得泡2个小时以上，兄弟们啊，怎么也泡2个小时以上啊。这么一大包木耳，兄弟们，19块，这么一大包木耳49.9，不，47.9一斤啊，一斤就是500克，兄弟们啊。然后呢，这个是19.9，180克的啊，兄弟们，我一共买了2单，感谢大家伙支持啊。哎呀，四哥呀，我的木耳还在路上呢。什么？是9.9没的了？没有9.9的，兄弟们啊，没有9.9的木耳啊，咱也没卖过9.9的啊。
木耳非常好，我买了，感谢大家啊。玩点啥游戏呢兄弟，玩点啥游戏呢啊，我说19.9的没有了，19.9的有啊兄弟们，19.9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吗，不是有吗，大家进去买就可以了，19.9，180克呀，19.9，180克啊，老四越快越上头。嗯，来咱们玩游戏啊，老四啊，儿子在里头呢，你喜不喜欢儿子呀，啊老四啊，想儿子啦，四哥你想儿子啦，想宝宝啦啊，怎么付不了款，兄弟们你们又选，你们又选，有一个是180克的那个体验装，还有一个是超值装，要选一个，选180克的或者是选500克的，得选一个才能付款兄弟们啊，你们点立即秒杀，然后里边有个选项180克还有500克的，500克的是一斤兄弟们啊，一斤47.9啊，然后那180克的呢兄弟们，180克就180克，180克是19.9啊。老四才不想小迷糊呢，讨厌小迷糊。卖狗啊，不卖狗狗兄弟们啊，不卖狗狗。老四的话兄弟们啊，兄弟们，我们家老四的媳妇儿啊，我基本上是给俺家老四定媳妇儿的兄弟们。啊，是一个三个月的拉布拉多，老铁们啊，老四啊，我采访一下我四哥啊，四哥，四哥呀，你高不高兴啊？老爷给找对象，你高不高兴啊，老四啊？啊，小石头咋办？兄弟们，小石头和老四他们俩已经离婚了，他们俩已经离婚了，兄弟们。买了19.9的，感谢大家伙啊！离婚的话，大家伙就不要提这事儿了，好不好，兄弟们？啊，已经是那个过去时了，兄弟们，啊！名存实亡了，对呀，兄弟们，已经是过去时了，啊！老爷真能整，不是我能整啊，兄弟们，是真离婚了，知道吗？啊，兄弟们，你不用说别的，那他们几个谁不同意呀？啊，没结婚怎么离婚呢？兄弟们，老铁们，没结婚哪来的孩子呀？啊，那人家自己，人家老四和小石头他们俩自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兄弟们，自己拜的，那我哪知道他俩啥时候拜的呀？老四啊，你跟小石头你俩什么时候拜的呀？石榴啊，哎呦我的妈，石榴不高兴了，兄弟们，你可咋整啊？兄弟们，财产咋分？兄弟们没有财产哈，没有财产，唯一的一个财产就是小石榴，兄弟们，小迷糊。老四和小石榴他们俩唯一的财产就是小石榴，小迷糊。啊，我想让他们俩平分，但是他俩谁都不要，兄弟们啊，唯一的一个就是咱俩小石榴小迷糊，兄弟们啊，我刚才我说了想让他们两个平分，但是没人要，小迷糊到现在兄弟们落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地步，兄弟们，小迷糊到现在啊，你说这孩子兄弟们负责任吗？妈也不负责任，儿子也不负责任，卖了就没人看直播了。四哥，养个大金毛也挺好，离婚伤的是孩子，他俩生了几个，哎呦我的妈呀，兄弟们你可别提了，别提生几个了，生几个才没有拉布拉多，兄弟们生几个了，感谢啊，见到四哥要敬礼，欢迎啊，欢迎这个见到四哥要敬礼，欢迎大哥来到咱家直播间啊，四哥敬礼，站啊，见到四哥要敬礼，感谢咱榜一大哥啊，
欢迎榜一大哥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兄弟们啊，小石的基因太强大了。哎呀，咋整吧？你说全是拉布拉泰，一个拉布拉多都没有，兄弟们，我都不想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呀。这么的，兄弟们啊，我问老那个接下来呢，兄弟们，咱们让老四、还有老大、还有 Seven 他们三个，兄弟们，他们三个啊，然后呢，兄弟们，可让他们让老四啊，还有 Seven 还有小石榴，不 Seven 老大还有老四他们三个，兄弟们啊，看他们举手表决啊，老大同不同意他俩离婚啊 ？Seven 同不同意他俩离婚？啊，小石榴进来，小石榴来，小石榴，石榴来，石榴来，上什么火呢？都离婚了，兄弟们，咱们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你们不要提这事了，行不行？大伙不要因为这事打起来了，行不行？离了就是离了，兄弟们。老铁们，你们没想过吗？他们俩离了，对老四以后的前途和发展是有一定帮助的呀，兄弟们啊！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们难道不想看看老四？兄弟们，你们难道不想看看老四的基因怎么样吗？啊！你们不想看看老四真正的儿子长啥样吗，兄弟们？啊！你们不想让老四，兄弟们，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吗，兄弟们？啊！老四现在都三岁了，兄弟们呢？啊！到现在为止，他跟那个光棍有啥区别呀，兄弟们？啊！老爷说没毛病，老四啊！啊！老四，老爷说的没毛病，四哥啊！老四，有毛吗？就他单身，就他光棍，兄弟们。老大跟他妈干起来了，老光棍了。老四想高攀高枝，要修了石榴。过来，石榴来，石榴进来，石榴来，石榴进来吧，进来吧，石榴吧。嗯，兄弟们，小石榴虽然说他俩已经离婚了，老铁们啊。小石榴跟老四虽然说他俩已经离婚了，但是呢，兄弟们，小石榴还是依旧会在咱们家，知道兄弟们啊？小石榴还是依旧会在咱们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兄弟们，小石榴啊，兄弟们你们就放心吧啊！就算老四跟小石榴他俩离婚了，小石榴以后的日子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啊，兄弟们，小石榴以后的日子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啊，老铁们。啊，老四啊，老爷说没毛病，老四啊，老四，老爷说没毛病，四哥啊，有毛病，老四，没毛病啊，离婚不离家呗，是兄弟们，离婚不离家啊，就在同一个屋檐下，兄弟们也是，石榴不高兴啊，石榴，石榴你不高兴啊，石榴，啊，别不高兴，石榴啊，好宝宝。别不高兴啊，好啊，老四啊，他也不是已经不是以前老四了啊，石榴，老四已经不是以前老四了啊，石榴，爸爸永远是爸爸啊，好了，问他们几个，石榴，小咪咪去哪儿了？石榴要是看到老四的新媳妇怎么样？不知道啊，兄弟们，我不知道啊，啊，来，四哥你坐着，四哥来，哎，来，四哥你过来，四哥来，四哥你上我这儿，来，老四往前走一步，好，老大靠边，老大上里边，啊，老四坐这儿，啊，三个来，啊，啊，来，好，三个啊。兄弟们啊，现在呢，我问一问咱家 Seven， 问问老大兄弟们啊，问问他们两个同不同意老四离婚。兄弟们，你们想不想征求一下人家老大和老家 Seven 的意思？
兄弟们，你们想不想看？想不想争？三万，你坐好了，爸爸问问你，三万，你高不高兴？三万啊，兄弟们啊，我想啊，兄弟们，我想征求一下人家三万和你老大之间的意见，他们俩，看他俩同不同意啊？老大呀，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弟离婚？老大同不同意老弟离婚？老大，同意啊。三万，你同意吗？三万，三万，你同意他离婚吗？三万啊，三万。你坐好了，三万。你坐好了，三万啊，三万。三万，你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儿子离婚？三万，三万。老四啊，老大，你同不同意他离婚？哎，老四的眼睛看起来没有精神，兄弟们。老四压力大呀，兄弟们啊，压力大呀。你坐好了，三万。老大，你坐好了。四哥瞅着是没啥精神，兄弟们，我瞅我四哥是没啥精神，我四哥压力大呀。老四坐好了，四哥坐好了，四哥你别趴呀，四哥你现在你不能趴，四哥坐好了啊，来，三万，咱们现在举手表决，谁同意老四离婚啊？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上，你坐好了，坐好了。你坐好了，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同意呀、啊。三万，你同意吗？三万，啊，三万，你同不同意？哎，你们几个怎么整的？你们几个怎么整的？坐好了，我感觉三万有点不太同意呢，兄弟们啊。三万，你好好的，三万啊。老四坐姿没谁了，你坐好了，三万，好。三万，我没问你的时候你不能吱声啊，三万啊，咋了老四，这儿啊，好啊，对对啊，来，三万，我没问你不能吱声，三万啊，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离婚？老大同意啊。三万，你同不同意？三万啊，你干啥玩意儿？你老大同意的玩意儿，你坐那。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同意啊。三万，你同不同意？啊，你同不同意？妈，好像三万好像不同意似的啊，跟老大一顿揍呢，这是。老大，你不疼吗？老大啊，老大同意，三万怼老大。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啊。Seven 怕新媳妇来了不好过， Seven 不同意啊。兄弟们， Seven 是不同意的意思吗？那是不同意的意思吗？你坐，我再问一遍。老大你坐这儿，老四你出来，老四你出来，来啊，老四你坐这儿，老四。好了啊，不能动啊。不同意啊，怎么的？三怕彩礼高啊，跟彩不彩礼啥关系啊，兄弟们？我再问一遍啊，三万啊，老大，你同不同意你弟弟离婚？老大，你同不同意你弟弟离婚？三万，你坐好了。老大，你同不同意你弟弟离婚？老大，同不同意？啊，你同不同意？举手表决，老大。哎呀，我的妈呀！老大怕了，咱退，坐好了。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同意啊，三万，你同不同意？三万，啊，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哎呀，三万，你不同意也不行，老大已经同意了，你起来。哦，老大啊、哦，老大，快点同意啊，老大表现真棒。三万不同意啊，兄弟们，三万不行啊，换个位置吧，不行，啊，不行，换个位置吧。老四好意思啊，来，老四坐里头，老四来。
老三坐里头啊，老大坐外头啊，三碗啊，先问三碗，三碗你同不同意离婚？三碗谁靠墙谁对，三碗爸问你，你同不同意老四离婚？三碗啊，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三碗，你老大你别拦着他，那老大还保护他妹妹，还保护他弟弟。三，你坐下，你能坐下吗？三碗，你好好的行不行啊？三碗，你同不同意老四离婚？三碗，同不同意？啊？你摸摸老四，同意的话你举手表决。三碗，你同意你举手表决。三碗，啊啊，你同意举手表决。举手表决，举手表决，三碗。三举手表决，去举手表决，三去去。老大，你同不同意？老大，老大，你同不同意？完了，演砸了，啥也不是。三不同意呀，演砸了。都好好的呀，你说你们几个都好好的呀，你都同意得了呗，都同意，老四都同意了，你们不同意啊？啊？找了，行了，老四都同意了，你们俩说话也不算数啊。哎呀，四哥呀，老跟你说句属实话，老四啊，老四啊，老四啊，那个明天呀你跟史专家就离婚了啊，姐姐那是非常同意你们俩啊，但是啊老四啊，但妈妈不同意，老四啊，妈不同意。啊，坐好了，四哥。四哥，你好好表演一下子。四哥，你感觉特别惊讶的是，老四啊，老四哥，你坐好了，四哥来，你坐好，四哥坐好了。来，坐着，坐，来坐好了，来。这么多啊？三问呢，老四啊。老四，你姐姐同意你离婚啊，但是呢妈妈不同意你离婚啊。我举一万只手同意啊。行了兄弟们，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不说了兄弟们。怪烦人的，不说这件事了啊，咱不能说坏事。兄弟们，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兄弟们，咱不能说这事儿了，行不行？好了，兄弟们，不说了啊。老四，哎，大局已定，兄弟们啊，我只能说大局已定啊，离就离吧，啊。老四会表演，四哥呀，兄弟们，四哥的表演的才艺都是我教的，我四哥表演的才艺都是我教的，兄弟们，好了。都出来玩吧，迷糊同意不？迷糊啊，兄弟们，迷糊不敢不同意呀。迷糊跟老四他俩不对付呀。你们想看看迷糊同不同意啊？兄弟们，是不是想看看迷糊同不同意？问小迷糊啊，兄弟们有多少人想问小迷糊的？我问小迷糊同不同意？好吧，问小迷糊同不同意？想看一看呢，老铁们，大家伙没点亮，咱们点点亮，兄弟们啊！志明出来了，拜拜。好的，大家伙想买木耳的兄弟们啊，我现在兄弟们啊，你们先别走，老铁们，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家的啊宠物用品啊，介绍一下咱家木耳，兄弟们，我立马就问问小迷糊同不同意，好不好，兄弟们？你们先别走啊，咱家木耳呢，19.9元180克，兄弟们啊，19.9元180克啊，老铁们。就咱们家这一小袋啊，体验装，兄弟们，你们回去尝一尝咱东北木耳怎么样，19.9元一袋，老铁们啊，咱们家的木耳非常的厚，看兄弟们，咱们家的木耳非常的厚啊，泡出来的木耳，老铁们啊，看到吗啊，而且没有根儿，老铁们看到没有根儿啊，
咱们东北黑木耳啊，长得特别厚实，而且特别黑啊，每个木耳都没有根儿，兄弟们啊，非常干净，老铁们啊，非常非常的干净啊。19.9元，180克，老铁们，咱回家拿着咱家木耳炒菜的话，能炒个7-8回、8-9回，兄弟们啊，能炒菜的话，炒个10多道菜，兄弟们啊。然后呢，47.9元一斤，啊，木耳今天收的很满意，谢谢大家伙啊，老铁们，19.9元，咱家一斤木耳，兄弟们啊，个个都没有根儿啊，干净，特别干净，咱家木耳，老铁们啊，没有根，你手指甲哪来的泥？没有根儿，你手指甲哪来的泥？兄弟们，我手指甲全是，我手指甲身上的泥基本都是我抠我的脚后跟来的，兄弟们啊！啊，三爹有个臭毛病，就没事愿意抠脚后跟，啊，兄弟们，哪来的泥？嗯，我这没洗手吧，兄弟们？我还没洗手呢，我洗手了哪还有泥了，兄弟们啊！我要是洗手的话，哪还有泥了啊？没看咱家这个洗手液吗，兄弟们啊！我给大家伙看一下咱家洗手液，老铁们啊！我如果要是洗手的话，哪还有泥了？19.9的没有了，我等会儿给你们加，老铁们啊！兄弟们看了吗？我洗手了，哪还有泥了？啊，咱俩洗手液这么好，兄弟们啊，洗手液洗洗啊，对呀，兄弟们看我用洗手液一洗，手上哪有泥了？那是因为我没洗手，知道吧，兄弟们啊，洗手的话就没有泥了。你们想买泡沫抑菌洗手液的，19.9元，兄弟们，咱家泡沫抑菌洗手液，兄弟们看洗完之后就没有泥了吧？看吗？特别好使，洗手泡沫的，兄弟们啊，泡沫特别细腻，兄弟们啊。而且泡沫特别多，17.9元两瓶，一瓶是300毫升，兄弟们啊，咋这黑呢？洗手液，老铁们，一瓶是300毫升，两瓶17.9元包邮，老铁们啊，泡沫的，兄弟们啊，味道特别好闻，特别清香，而且咱俩这个沐浴露，哇，咱俩这个特别，兄弟们啊。特别就是那个香味儿，兄弟们啊，就特别回味无穷那个味儿啊，有股男神或者女神的味儿，兄弟们啊，全是泡沫，我跟你说，兄弟们，正常咱们上那个超市啊，上那个某宝啊某猫，兄弟们，就算你们上拼多多的话，老铁们啊，不上那个某多呀，兄弟们啊，咱们买这个洗手液的话都得10多块钱一瓶，老铁们都得10多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家，老铁们，在咱们家的话17.9元你能买了两瓶，老铁们，这里边是液体，300毫升的液体，兄弟们，你们知道300毫升的液体你们挤出泡沫能挤出多些吗？你们最少最少能挤出600毫升的泡沫，兄弟们啊，300毫升的液体能挤出600毫升的泡沫，老铁们，而且17.9元两瓶，你说合不合适，兄弟们啊，你们说合不合适，老铁们啊，我擦擦手，12点了，跟三文他们玩会游戏吧。好，那你们待会儿说，刚才说没有180克的链接了，是不是？我现在给你们加点了，行吗啊？我现在给大家伙加点。田庄，不可能没有啊，兄弟们都有。我这都有啊，兄弟们，不可能没有啊，啊，有兄弟们啊，待会儿拍不着吗？兄弟们，你们看 T38试一下能不能拍，老铁们。
不可能拍不着，都能拍着。木耳很肉头，炒菜很好吃。刚才拍了一个1斤的，咱买不上。我告诉你们怎么买兄弟们啊！你看咱那木耳兄弟们，你知道咱那木耳多黑不？啊，兄弟们，我跟你说，咱家这个木耳，它不带掉色的，知道吗？你咋泡？你看它黑，兄弟们，你看它黑，但是它怎么泡它都不带掉色的，知道吗？咱家木耳啊，纯天然的黑，老铁们，纯天然的黑。我跟你说怎么买啊，老铁们啊！点开我的小购物车，兄弟们，然后呢，大家伙点19.9这个木耳去抢购，兄弟们啊，去抢购完了之后呢，兄弟们，这边有个体验装180克，这边有个超值装500克，兄弟们，咱们点一个超值装，或者点一个体验装，兄弟们啊，然后咱们点立即秒杀，啊，点立即秒杀就可以了啊，好吧。他们打了，你可算了吧，都看见了。乾隆88，你可算了吧，都看见了，什么意思？乾隆88，不要攻击任何或人其他狗。嗯，打起来了呀！买不了，可以买的兄弟们啊，可以买。这个吸乳液可以下单不？这个吸乳液可以下单的，兄弟们。不行，吸乳液可以买啊，兄弟们，17.9块两瓶，不可能是80%，极少数，不可能80%，也就极少数。又打起来了，泡沫1斤吸乳液，抑菌率达到99%。买不了，兄弟们，你们有点那个180克那个链接才能买。左面，兄弟们，你们点立即秒杀，选有选项，知道吗？你选180克的，或者选500克的，才能买。你不选的话是买不了的啊，老铁们。多久发货？洗手液明天就能发货，老铁们啊，洗手液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好吧？我问问 Seven 兄弟们，问问 Seven 啊，问问小迷糊同不同意啊，老铁们，还没问小迷糊呢，小迷糊，迷糊，迷糊呢？啊，迷糊搁这儿呢，迷糊，问问迷糊啊，喜欢谁的都有，大家都多担待吧，整几次都不行。兄弟们买不了的话，你们问咱家客服，咱有后面有客服，好吗？三个来，三个爸给个元旦吃，来，咱进，进去，咱进，进去，进去，进去，好，老大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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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老大进来，来，好了啊，刚才小迷糊手术做了吗？刚来，兄弟们，小迷糊没做手术，但小迷糊那个包下去了。小迷糊没做手术，但是小迷糊那个包下去了。迷糊啊，啊，小迷糊做好了啊，啊，迷糊啊，来问问你啊，你同不同意爸爸离婚呢？迷糊，你反不反对爸爸离婚？迷糊，啊？别管 Seven 了，看看 Seven 睡觉了。来，小明坐好了，小明坐好了，明花啊，坐好了，明花啊，明花，你反不反对爸爸离婚？明花，摸摸爸爸，你摸摸他，摸摸爸爸，摸头，你说，那爸爸呀，那对妈妈好啊啊，摸摸他啊，好。小迷糊，你看你离爸爸近一点，行不行？他也不懂，来整天就关塞了。兄弟们，那不得，我跟你说，兄弟们，那，哎呀，我的妈呀，咱那狗太多了，就得关呢，兄弟们，我又不是说一直都关着俺家塞文呢。
我也不是说一直关着老四，一直关着小石榴，一直关着小迷糊去呢，我谁整天关老大？那不就因为狗太多了吗，兄弟们？那咱家就一只狗的话，我关谁去啊？啊？哎呀，我没关小迷糊吗，兄弟们？小迷糊我也关呢，啊？你看他们都出来的话，能那我怎么能整了呢，兄弟们？啊？那都这么看吧，兄弟们，都这么看吧，啥也别看了，对不对？咱这么看他们溜达吧，你们愿意看他们溜达，你们就看他溜达吧，兄弟们，好吧？哎呀，兄弟们，我这不想，我就想让他俺家狗吧，兄弟们，带点稍稍微微，咱带点节目，带点那个有意思的东西，是不是，兄弟们？啊，你们非要看他们平时溜达、趴着，是不是坐着？卵子没有货，兄弟们啊，卵子没有货啊，咱们家现在马上就要搬家了，所以没有货这会儿。兄弟们，你说三爹老铁们，三爸爸这不都关吗？我今天我关 seven 了，我承认，老大我也关了，我也承认，兄弟们，那小迷糊我也关了，我也承认，啊，老四刚才不也关了吗，兄弟们，啊？小石头不也关了吗？你别说买别墅了，你买个足球场，我该关也得关呢，兄弟们。得管理好才可以。兄弟们，你说咱直播间里头，兄弟们啊，那三元爹不给大家伙整点有意思的东西的话，你们就这么看。兄弟们，我跟你说，你们就这么看的话，我直播间里头，兄弟们早早晚晚晚晚早早，直播间里头一个人都没有了，知道有啥意思吧，兄弟们？枯燥乏味，那个傻子都会播，就这么的，兄弟们，手机往这一放，那傻子都会播呀，兄弟们。哎，兄弟们，谁也不要把那个难为咱家管理员，兄弟们啊，我跟咱家管理员说过，谁也不要提啊，兄弟们啊，谁也不要提，我这个人吧，就愿意发发牢骚啊，说完就过去了，兄弟们啊，我说完就过去了啊，我从来没跟谁认真的生过气，他是一个他说，兄弟们不代表他自己在说啊，有很多人都在说，要我不能看着这东西，兄弟们，我就不相信我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一个。啊，不是他自己，他兄弟们不是他自己在说，知道吧？所以不用提。啊，该播就播。人家说咱也是为咱好，兄弟们啊！好了，我这人吧。啊、嗯，就愿较真儿，兄弟们，我这人就愿较真儿，没办法。啊、嗯，你把他踢了，还有千千万万个他，知道吗，兄弟们？啊、嗯，以后只能说好话，不然全拉黑。
不可能，兄弟们，不可能。我现在在我的拉黑列表里头，兄弟们，只有打广告的，没有粉丝，知道吗？我在拉黑列表里头只有打广告的，兄弟们啊，连骂人的都没有，知道吧？啊，你骂我，我都不再给你拉黑了，知道吗？小明啊，过来来。好久不见，看不见小狗呢。哎呀，兄弟们呢？兄弟，你肯定是好久好久不见了。啊，咱俩都好久好久没有小狗了，咱们家都。啊，一次吃饭吃多少量？吃饭吧，兄弟们，吃饭吧，好吗？吃饭吧，四哥。饿不饿啊，四哥？啊，来吃饭了。哎呀，过两天兄弟们啊，过两天大家伙就能看着哎老四的媳妇儿了，兄弟们啊，过两天就能看着我四哥的媳妇儿了。四哥媳妇儿，哎呀，狗越来越多了。当咱们家老四的媳妇来到咱们家的时候，兄弟们，届时咱们家将会有六只狗狗，啊，四只拉布拉多，一只泰迪，一只拉布拉泰，嗯，届时咱们家就会有六只狗了，兄弟们，啊，我想起来都后怕呀，兄弟们。我想起来都后怕呀，兄弟们，你们想买狗粮的啊？咱家狗粮是那个三拼狗粮，兄弟们，149一袋，第四个链接，有想买的话，你们去拍一单，一袋狗粮是20斤，老铁们啊，咱家这一袋狗粮是20斤啊，149一袋，比瑞吉诺瑞，兄弟们啊，比瑞吉诺瑞系列三拼粮啊，三拼狗粮，这里头还有海藻条，兄弟们啊，还有海藻条，海藻卵磷脂条啊，牛肉质，三拼粮。老四媳妇儿不是石榴吗？啊，他们俩已经离婚了，兄弟们啊。木耳多少克？木耳是180克，兄弟们啊，180克19.9。咱家木耳180克19.9啊，然后呢500克47.9。对，大家伙没发货的话你们问问客服，兄弟们，你们问客服，我这就算我看着你说话了我也查不着，知道不，兄弟们啊，我看着你说话我也查不着啊，因为我现在我只能在直播间里头跟大家伙说。具体查快递呀，啊，查到哪儿的话，兄弟们，催发货啥的，兄弟们，你们还得是问客服才行，知道吗？嗯，咱家后台有客服，兄弟们啊，吃吧，自己吃自己的盆儿，来，Seven自己吃，老四吃自己的盆儿，四哥你上那边吃去，四哥啊，小明给小明卫生一个盆儿，啊。给小明整个盆啊，你看你们几个吃的啊，老四啊，离婚了呀，很诧异吗，兄弟们啊，离婚不很正常吗？
我家老四长得这么帅气英俊潇洒，兄弟们离婚不很正常吗？啊，请问石板大米什么时候卖呢？兄弟们，石板大米的话得，咱们家石板大米的话得那个什么啊，得年底的时候才有，兄弟们得年底才有啊，正常。老爷太会训狗了。啊，我别只给老四找，我再给老大找一个啊，兄弟们，我老四是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媳妇儿，知道不，兄弟们啊，人老大有老公，兄弟们，老大有老公啊，我要想让老大生宝宝的话，兄弟们，我就让他找小精了啊，老大有老公，老四没媳妇儿，老四名不正言不顺那个媳妇儿，兄弟们有点啊，有点名太难为我四哥了，兄弟们难为我四哥了，有点啊，那实在不是很难过，兄弟们他难过也没办法，兄弟们难过咋整吧啊，那本身就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兄弟们啊，非得往一条绳上凑，本身不是一条绳上的，非得往一条绳上凑，那石榴自己心里清楚吗？老爷石榴啊，你就别说石榴清不清楚了，这老四心里清不清楚都是把事儿啊，都啊，兄弟们啊，你给老四找个媳妇，老四以为你给他找了个玩伴呢，兄弟们，老铁们，我跟你说，狗狗吧，他是不知道是不是媳妇，知道吗？他不知道我给他找了是不是媳妇，兄弟们知道吗？他以为就是给他找了个玩伴呢啊，就到时候，兄弟们到发情的时候，他才知道那是他媳妇，知道吗？兄弟们，狗狗只有在发情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他媳妇，平时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啊。感谢我家俩毛啊，谢谢啊，谢谢我家俩毛啊。有需要买狗粮的兄弟们啊，咱家狗粮149一袋啊，149一袋啊，比瑞吉的狗粮，比瑞吉诺瑞的三品粮，感谢倩文，谢谢谢谢谢谢咱们家倩文啊，关注主播抢红包，兄弟们啊，关注主播抢红包，来恭喜 Seven 完成任务啊，来兄弟们啊，关注主播抢红包，我看见咱直播间能有多些人抢这个红包啊，杭州还来吗？来兄弟们来啊，你们兄弟们你们看我手洗完了，这不挺干净的吗啊，开没有了，兄弟们刚才有呢，关注主播抢红包，刚才还有来着，我抢到了一个红包，哎呦，这两天兄弟们啊，这两天安排安排，然后呢老四的媳妇就能过来了，兄弟们啊，老四媳妇就能过来了啊，那具体是买了谁家狗狗，兄弟们啊，等他媳妇来了之后你们就知道了，兄弟们，我买了谁家狗狗啊，等你们来，等那个狗狗来了咱们家之后你们就知道了啊，老铁们啊，他们家狗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兄弟们啊，比较挺好看的嘛啊，挺好看的啊，跟老四啊，兄弟们跟老四啊是挺配，兄弟们啊，我才知道老四跟拉布拉多真的很配，兄弟们
期待中，兄弟们啊。我就想养一条自己家的狗，知道吧，兄弟们啊。我想养条自己家的狗，不是妥哥家的，兄弟们。妥哥家没有狗，现在啊。我就想从小开始养啊，一点点开始养，兄弟们。我要好好训训他啊，兄弟们。因为吧，老铁们，俺家老四和俺家老大，还有那小迷糊、小石榴，他们小的时候我都没训，兄弟们。为啥呢？因为咱那 seven 那时候太优秀了，知道吗，兄弟们？啊 ，seven 那时候太优秀了，我就没寻思训他们啊，老铁们。现在我才意识到，兄弟们，狗子小的时候是需要训的啊，我一定把那个狗子训练听话的，兄弟们啊，训练聪明一点。聪明一点，跟我家四哥，兄弟们啊，老铁们，他俩相互辉映啊，他们两个互相，兄弟们啊，那什么那话怎么说，兄弟们啊，互相弥补，知道吧。老四的媳妇要聪明，老四虽然笨，但是老四的媳妇聪明，互补，对，兄弟们，互补啊。取长补短，这个也要有天赋吧。现在我感觉狗子小的时候吧都挺聪明的，知道吧，狗子小时候都有天赋，就看你会不会发掘它，真的，兄弟们，就你看你会不会发掘它啊。老四，我跟你说，兄弟们，老四小的时候也很聪明，就是因为我没发掘它啊。我发掘老四，发掘是哪方面的，兄弟？我发是懒的这一方面，知道吧，老是懒的这一方面我给发掘了，其他的聪明的一方面我没发掘啊。待会儿我想买咱狗粮的，狗粮149一袋，兄弟们啊，狗粮149一袋，想买狗粮的，我你们可以去买咱狗粮啊，老铁们啊。然后还有咱的肠胃宝，兄弟们啊，有需要肠胃宝的话，下方小购车第五链接，49.9元两盒肠胃宝，老铁们啊，49.9元两盒肠胃宝。嗯，没有了吧，狗粮，你看他们吃了了。老四迷瞪厉害呀，老四迷糊厉害呀，那你闹笑呢啊。我四迷糊现在是二婚啊，咱们直播间有谁能二婚呢啊，净开玩笑，有谁能二婚呢啊，谁有我四哥这命啊啊。我曾经我都找人算过，我都没有这二婚的命，兄弟，我四哥竟然有啊，谁有四哥幸福啊。说那个行，老四全网独一个，没狗能超越他。四哥呀，你妈贵姓啊，老四啊。兄弟们啊，我四哥最烦的一件事是啥呢？就是问的，四哥呀，你妈贵姓啊，老四啊。哎，你说老四这样，兄弟们啊，不是说我愿意拍他，不是我愿意拍的，兄弟们，老四这样一瞅呢就招人稀罕哈，是不是啊？兄弟们，你们能瞅着老四身上有谁的影子？你看老四像谁，兄弟们啊？四哥。老四像谁？哎，真老四啊，兄弟们，我家四哥真是随他爸又随他妈，老四随他爸又随他妈，四哥像老爷。你说，兄弟，你说老四这个懒随谁哟？
兄弟们，你说老四这个懒随谁啊？他这个懒劲儿随谁吧？特别像 Seven， 不仔细一看有时候特别像 Seven 啊。老四有粉丝缘啊，嗯，老四，你那不亲我兄弟们啊？你看老四他不亲我。老四，其实很喜欢老爷。老四，我去教育儿子呢。啊，喜欢老四人蛮多的。那肯定的，我四个愿意睡觉啊，兄弟们啊。其实你说你们喜欢老四是哪点？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老四的，兄弟们？咱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但我从什么时候喜欢老四的？是不是我四哥小的时候愿意睡觉？兄弟们，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俺家四哥小时候愿意睡觉，所以你们才喜欢呢？啊？有多少人感觉老四因为老四长得好看喜欢呢？兄弟们，长得感觉老四长得好看喜欢老四的话，你们扣一；感觉老四，兄弟们啊，小时候老四睡觉有意思的话，你们扣二。兄弟们，啊，到底是哪一点老四吸引着大家呢？是因为老四睡觉吸引大家，还是老四长得好看吸引大家呢？啊？Seven， 我跟你说，兄弟们啊，老四这个身材长得大小，兄弟们啊，随俺家 Seven 知道吗？兄弟们啊，大小随 Seven 啊，他没有他爸高，没有他爸大，体型随俺家 Seven 兄弟们啊，但他长得兄弟们啊，眼睛像巴顿，老四眼睛像巴顿，知道吗？兄弟们啊。但是老四，鼻子嘴巴兄弟们啊，像俩塞文，就眼睛长得像巴顿。老大，老大看，兄弟们，老大他，兄弟们，老大想像谁？啊？老四长得黑。老四长得黑这一点随 Seven 兄弟们知道吗？你们发现吗兄弟们 ？Seven 长得黑，老铁们你们发现 Seven 长得黑 ？Seven 你过来，老四来，你看 Seven， 你看 Seven 的脸，你看老四的脸，兄弟们，老四脸发黑 ，Seven 脸也发黑，知道吗？哎，兄弟们说俺家 Seven 生了几个哈？第一窝生了八个，第二窝生了五个，总共13个狗。兄弟们，总共13个狗，就老四自己啊。
就老四自己愿意睡觉，其他狗真，兄弟们，你们见过其他狗也有愿意睡觉的吗？没有吧？其他那十二只狗没有愿意像老四这样睡觉的吧？是不是没有？你说四哥愿意睡觉这个毛病是兄弟们是跟环境有关系还是跟他本能有关系啊？我感觉应该跟环境有关系，因为我平时我不管他，哦，我平时愿意磨叽，狗粮不够吃就吃这些了，兄弟们啊，他们晚上就吃一盆。我感觉跟环境有关系。嗯，老四天天听我叭叭，天天听我叭叭，这就是烦。但是兄弟们，老大就不烦，小明也不困，就老四困。咱家狗也是老四困，总开会，环境注定一切，环境造就了老四啊，兄弟们啊，造就老四这个性格，慢腾斯文的，一点不着急。四哥长得真黑。哎呀，行了，兄弟们啊，咱们家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我该去遛狗去了，狗狗们吃完饭了，兄弟们，狗他们吃完饭了啊，大伙早点休息吧，兄弟们啊，感谢大家，兄弟们，感谢大家啊，咱们明天见。三爸，不和你熬夜了，天天带我们熬夜，我今天就我以后也不想跟大伙熬夜了，兄弟们，我直播晚的话多播一会儿，我直播早的话就少播一会儿。啊，老铁们啊，三兄弟今天也不熬夜了啊，拜拜，兄弟们啊，晚安啊，兄弟们啊，感谢大家伙，感谢咱们家榜一啊，我家俩毛，还有倩文姐姐，还有咱家管理员小温柔，兄弟们啊，谢谢大家伙，兄弟们啊，咱们晚安了，老铁们啊，找这几条狗也不容易啊，老四好像血稠，四哥不单是血稠啊，我看着四哥我血也稠啊。谁看着四哥血不谁血不愁啊？啊！拜拜，兄弟们啊，兄弟姐妹晚安，老铁们，拜拜。啊！哎呀，我的妈呀，又该遛狗了。